亲爱的太阳社的导师好，全球畅网家人大家好，以及正在观看这个视频的有缘朋友你们好。那今天呢是每个参加由台北天文化所举办的因为爱幸福美满随之到来108天的卡牌活动的第57天。那今天每个也同样的抽了3副卡牌与大家分享学习礼物心得。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今天所抽到的主题是顾好起心动念，内容是说到心态很重要，差那一点是天堂还是地狱立刻显现。把自己修好，你的高度和宽度就具足了，自己修不好，在红尘里面打转什么都不是。太阳升的导师，那这张卡牌导师在书中呢有告诉我们说，在超级生命密码的这个系统里面，只要我们真心诚意的去落实跟着导师所引领的这个步伐，一步一脚印的做到位，诚心真正的是认真的去打开心门的去落实呢，我们将会得到天地的祝福。那就是我们的智慧会提升，智慧提升的时候呢，真的是让我们简单的就可以解决了很多很多的烦恼的事情，会用很圆融的方法、或者这个方向去解决。那当这个顾好起心动念，那心呢是最主要的一个主宰体。那其实我们只要我们顾好这个起心动念，我们的心，问题是要问自己，到底要把什么怎么样的信息植入在我们的心灵当中，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关键真的在自己。那有些时候真的很怎么说呢，就是说很自然的，明明都很想要想好的向往好的，可是就是不能。那其实在这边如果是有遇到这样子的困境的朋友呢，其实真的就是在超级生命密码书里面导师已经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正能量的不足。就是在超码的书里面导师已经告诉我们了如果想不通想不开等等等等的那些很痛苦的折磨，还在每一天在红尘中都这样子度过的真的就是在这本书超级生命密码里面呢都已经所以这一切都是要非常的小心，非常的顾好。那要如何呢？就是导师所讲的步骤1、2、3，让我们调整调动这个天地的正能量让我们的这个智慧提升，然后呢植入调整在对的方向，秒秒钟 GPS GPS 所谓就是 GPS 在这个对的道路上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很顺心顺意的，就是所遇到的问题有的解。那再来呢，就是因为有太阳，今天所抽到的主题是臂展习气，内容是说到修行要当机立断，要有说改就改的决心与魄力，这才是修行的功夫。有否精进，不需要自吹自擂，从能否立展习气就能见真章。如果习气是修行中的绊脚石，但又不愿意改过，却说自己在修行，那就如同儿戏一场。太顺的导师，那立展习气，其实说真的，在这个无论是宗教或者我们的人生的方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设下的陷阱就是这个习气就是我们改不了这个习气，所以呢很多时候让我们自己走到瓶颈的路上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的无形累积了很多很多的负能量，因为与人结了不好的缘，或者起心动念往偏的方向往负的方向去想，因为所谓的习气，所以呢让我们真的是没
入的回头。那其实在超级生命密码里面呢，老师有告诉我们，这个习气是可以改掉的哦，只要我们和负能量，这个习气和怎么来呢？就是负能量牵引，就是过去的那个牵引哦。那只要我们用上步骤一二三哈，跟负能量共好共荣，然后跟他好好的谈哈，一起有一个协议，达成一个协议，那这个习气呢，真的可以一一的就改掉了。当我们改掉习气的时候呢，又植入对的这个，像蔡女士老师所教的这个做人的道理呢，重新的洗盘哦，让生命的蓝图重新的洗盘重生，那真的就是重新做人哦，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发喜。那时候呢，真的是秒秒都感受我天地的爱，丰盛的光。肯定自己，内容是说到呢，在任何时间点要往光明面去肯定自己，绝对不要怀疑自己。当认为自己无力解决时，就要勇敢去面对，并肯定自己有能力接受挑战，将心门打开，懂得合于天心，就会得到天地的祝福。太岁的导师，那肯定自己就是老师在书中有说到呢，首先我们在这个生活上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哦，这个人生戏码当中呢，要学会的去面对、去接受，然后呢放下，然后呢就要用转念哦，可以试着去落实这个转念，还有爱与感恩，让我们的这个境变得越来越好，有一个善性的循环。那当我们有这个善性的循环的时候呢，就会跟天地走得越来越靠近哦，天地就会秒秒间都会接收来自天地的祝福，还有这个加持就是所谓的灵感啊，然后呢还有智慧会提升。那当我们真的是这样子一步一脚印的去落实的时候呢，很自然的信心就会来了然后呢我们要相信自己，因为自己每一个人的自己就是自发体要懂得，要明白，也要相信自助人助天助天地一定会看到我们的。那再来呢，就是导师九月很快哦，下个月就导师就来了就是导师将会来到九月一号来到槟城，还有九月二号去到吉隆坡举办这个Q&A 的这个问答题，这样生活更富足。那希望大家还没报名的，或者真的是遇到困难的，或者是想要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富足的呢，都真的是欢迎大家珍惜这一次的这个这样生活更富足。那其实富足不只是钱除了得到钱财呢，我们还真正最重要的就是灵命提升、正能量提升，就是我们的心灵方面的每一个生活上的议题都要提升，这才是更富足。所以导师会在这边导师的课程会告诉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身心灵更加富足。那再来呢，真的是非常感恩大家的时间，还有给 Megan 的赞，还有这个分享那再次的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喜乐丰盛富有。